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，飞机从头顶飞过，流星也划破那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卡在墙壁背我的 A B C。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但却得到一台旧旧录音机。